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满满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还有第二种芝士，煎好啦。好，结果又变成了大型吃锅现场啊！哇，是不是好吃？我继续吃了啊。Hello， 今天是七夕啊，我现在刚起床。我朋友给我组了个局，我朋友真的好，今天脸好像有点肿。再一个最近刚收到的这个流光瓶欧莱雅，本来我以为就是普通的吃饭，然后他昨天突然给我发了信息跟我说有帅哥，我想今天还不能普普通通的去。刚搓了一下我的皮肤，感觉还挺嫩的。突然想起来，我昨天是敷了一片最近在试用的面膜，冰冰姐家的，但用完几次觉得还不错。这防晒，这个是爱天然的，然后照片发过来，看一下，应该不是那种你在抖音上看见的那么帅，但是其实放在现实中已经不错了。就是用这个吧，这个细油棒，在夏天的话，相对来说，我的皮还算比较油。我刚毕业的时候，另一半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硬啊，然后一定要多帅多帅。那个时候定的很高，过了可能一两年，觉得现实中好像也没有那么高吧。属于那种就想比较好，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就说你还找印巴，你看你自己多来。这个就是橘果的一个新款，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1.78米的身材，所以你就是下凡了之后，你看见大家都是平凡人，就长得差不多就行了。想找那种比较简单的男生，简单就是有这个腮红的，完了涂抹。得确保跟你一起去的这个朋友啊，他跟你喜欢的型是不一样的。但之前呢，我其实有类似的情况。这两天我朋友太少一点，其实我对他也有好感，但是我朋友先说出口了，就谁先说出口就谁。那个一个内眼的完美日记108，看这个妆还行哦，我挺满意的。我特意准备了一套还算挺有心机的衣服，我就换起来。换好了，里面呢算是一个有一点点小性感的一个包臀裙，衬衫呢又会显得比较休闲，把性感稍微遮盖住一点点，然后稍微露个肩，这样就显得比较精致一点，戴一些比较精致的耳饰。顺便祝大家七夕节快乐！虽然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七夕应该已经过去了。拜拜，我要出门了。外面那些是你身边，是我小弟啊，这么说你很准。真麻烦，哎，来，好了。哦，你拍呀。哦，好。
好了没有啊？啊，没那么疼。眼睛闪瞎了。难道头点你就该攻击给这个城市的夜风好冷，给让我一个人醉，给让我一个人受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。有人喜欢细的腰，有人喜欢长的腿，有人喜欢漂亮脸蛋和会聊天的嘴。你爱吃汉堡包，也爱吃炸鸡腿，爱吃烤肉味的薯片和肥宅快乐水。I hope you'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'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't over。因为最近其实收到蛮多私信在问我，就我推荐洗面奶。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活了18年还不懂怎么样真正去做洗脸这件事情。哎呀，其实呢件事咧，我觉得都唔怪晒你哋，因为我以前冇做美妆博主之前咧，我都唔识洗面噶，就是觉得我搓得越大力，洗得越干净，清洁得越猛，我一定就洗得超级干净舒爽的。其实呢，就是不知道无形当中的皮肤的角质是慢慢在变薄，没有说是天生敏感肌的，就是自己搓，然后后面。就是用的皮肤变薄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状况。好好的听，我今天教你们呢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洗面奶。来，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在用的一些洗面奶。市面上现在呢是分为3种洗面奶，第一种呢就是纯皂基的，纯皂基比较适合大油田，它清洁力非常强，但是呢它会比较伤害角质层。第二种呢就是纯氨基酸洁面，纯氨基酸洁面呢众所周知是对皮肤最好最温和的，适合所有肌肤，尤其适合干敏皮、敏感、泛红的红血丝肌肤、脆弱肌肤以及孕妇，但它有个通病，就是它的清洁力不够强。第三种固配的配方，又有氨基酸又有皂基，这种清洁力很可，然后也稍微比较温和一点，敏感肌也能用。说实话，最适合脆弱肌肤以及最呵护肌肤的还是氨基酸，对吧？那问题就来了，怎么样去解决氨基酸清洁力都不够的问题呢？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可以做到能够卸除淡妆，并且卸妆力很可的一些纯氨基酸洁面了，在3支洁面液，它就是这种类型的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敏感肌和脆弱肌肤。刚开始呢，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赫丽兹这个品牌的，然后后面呢，我就遇到了水之扣这一支，我发现他们两个真的使用肤感超级像，也是纯氨基酸的，我觉得它真的是完全是它的平替，这是200多，这一支才几十块钱。水之扣呢，我据说这一支洁面呢，他们用了3年的时间，经历了一个120次的那个配方的调配出来的，整一支呢，它都是用纯氨基酸的一些表活剂来去做到的一个洁面，所以它可以兼顾到它的整个的洁面清洁力度以及温和力度。现在鼻子上有点出油了，然后呢就可以用它洗一下脸，它去油也蛮厉害的，它是这种有点像是流动性的液体，看到吗？然后直接我们就是这样子倒在手掌心上，超神奇，它可以搓出来非常绵密而且很细腻的泡泡，你看它搓出来就是这种很细腻的泡泡，不需要用起泡网，直接就可以上脸。真正的氨基酸洁面呢，是它的表活剂全部都是氨基酸，但重点是啊，水之扣它这个不仅仅是做到全部都是氨基酸，它的浓度还达到了15%，而且呢，它们是以一个7:2:1的一个纯氨基酸的一个黄金比例调配的一个洁面，完全是做到零皂基还有零刺激的。你看它就是泡泡很细腻，它的整个温和度就已经媲美了婴幼儿、孕妇能用的一些产品，所以就算我这样子睁眼洗脸呢，都不会说辣眼睛。而且清洁得很干净，鼻子上的一些油脂啊那些都能清洁得掉。我们洗脸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圈按摩，敏感肌用它洗脸真的温和暴躁，你看揉搓这样子大概是30秒到1分钟就可以洗脸了。洗完脸之后就是非常的清爽，油分没有了，而且呢就是会有那种保湿状态，不会说干啊涩啊崩的这种状态。我看了一下，它里面还加了一个7重天然的一些植物的一些复配，
然后呢是会来去强韧我们整个皮肤屏障，修复泛红的一些效果的。而且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么保湿，它不会涩呢，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一个锁水池，是洗完脸之后呢就不会涩不会干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好，洗完之后干干净净，但是呢它不会涩让你绷着。对的，据说这支是可以卸掉我们平时的一些隔离防晒彩妆的，真的很像卸妆水啊，感觉不错。哦，还真的是可以溶解掉哎，加点水就变成绵密的泡泡，看真的可，而且它很大只，200毫升，就是你每天可以狂按狂按，然后不心疼。你看整个液体都是这种自然的一个米色的。如果你是找一个就是温和但是清洁力好，然后纯氨基酸的一个洁面的话，试一下这个新型的洁面液，真的好用。好，现在呢在睡觉前呢，我再来给你们分享多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祛痘精华。因为很多人在问我，这个是来自澳洲的一个莱伊斯祛痘精华，里面全部用到的都是汉方的一些中药药材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在姨妈期会容易爆痘或者是长痘的女生，整一块大面积的涂在这个闭口粉刺容易长的地方。如果是脓肿痘痘呢，连续坚持3天，不需要太久，它很快就会平滑，它可以帮我们镇静消肿祛痘，然后呢收缩毛孔，并且呢调匀整个水油。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就是敏感肌肤，然后不敢刷酸，然后你的粉刺闭口痘痘反复的长的话，你一定要试一下这个，就每天晚上睡之前呢就是涂在那个容易长的地方，就简简单单的，它就是很滚珠的。你看这两支是我平时备在家里经常用的，然后它里面祛痘的成分都是很针对性的，并且不会说刺激肌肤。这个呢最好就是我们护完肤之后再去涂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洗脸，才能避免粉刺痘痘的一些产生。每天的基础清洁很重要，睡觉喽！希望你们都是可以变成美丽的仙女。这是模型啊，很漂亮，但是，哎，走起来挺逼真。是几个人？哎，怎么这张纸？我活的呀！你是喝张饮呗。来，下午发型都乱。所以会忙忙碌碌，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了全部。How you like me now？ 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，想念的心。小伙伴又来了啊！那本来今天没有晚安视频的了，我是洗完澡了，卸完妆了，洗完脸了。我出来一看那个评论，我说呀。那么多小伙伴在质疑我爸，说我爸那个礼敬反了，怎么可能？一个老兵，多年的老兵，敬礼能敬反？这是什么手？这是什么手？这是左手，左手。因为我们拿着是自拍杆拍的，所以它有个镜像。这个什么手？右手，右手。智商啊，智商在线啊，小伙伴啊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，刚才我说我洗脸了，但是我没说我是素颜，我开了滤镜的啊。不许喷我啊，又说我是假素颜，脑筋要转弯啊。好了，那一会儿的评论区我是回复不了评论了啊，理由你们懂的。好的，晚安，比心。